各位还记得我上次拍的 HT 生存场的25宫格比赛吗？从借别人的枪呢，第一天就刷排行榜，到实际上去组了一把专属于自己的枪，如今过了一个月呢，今天就是总决赛啦。那我其实呢，总共就测试了两次齁，所以今天参赛呢，也不求第一名，求能进步就行。那目前看到是总参赛者36位齁，奖金来到了大概是13000。看一下，目前最速是17秒3，是不是？经过上次我发了一个24秒的影片嘛，然后好像有很多那种以为很简单的小朋友来，对不对？你说，说我要直接来，真的很难啦，真的很难。决赛的时候，牛鬼蛇神就会全部跑出来了。第十名要几秒？21秒32。我这一个月来问导游一次而已，他们是每天都来问导游，他们是每天都来的啦。所以现在奖金累积到13580。啊，二三名也有奖品啊。二三名是什么？奖品，看一下 ，AAP01 ，OK， 啊，这就是我那个 High Cup， 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前10名抽一次出来。哦，前十名抽一个出来啊？哎，我是第十名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明天志不在第一名，我要拼那个前十名，然后把这只拿走。好诶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好吧？好吧，那就明天再看总决赛怎么样了。这是我第一次，很感兴趣。哦。看他睡觉，准备打比赛哦。够，最喜欢吃泡面的蛋了。对，要熟不熟的。对。我来看一下。俺はその先代を倒し、名を受け継いだ。非常好穿的英雄 T， 好不好？今天只求获得一个抽奖机会就可以了，没宴席吧，对不对？还离台中远，我没办法自己每天练。今天到现场的大概就是前十名，有机会可以参加摸彩的，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争夺第一名拿奖金的。目前第一就是17秒3，17秒3，对。来，去哪里？好位，17秒3，前十名就好了。哈哈，你知道怎么刷下去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下看一些妖怪表演。我拿偶像哦，哎，这个没到比赛不会大开杀戒的，我们只有在真的要厮杀的时候才会醒出来。今天靠你了，兄弟。看一下，现在近况是这样啊，目前应该是第二名，要先看有没有办法突破第一名。Ready。只要这一奖没有打完哦，就不会超过自己。哇塞，哎，对自己非常的有执着啦，哇，好帅的人哦，瞬间这种用这种加强战绩啊，破釜沉舟啊，破釜沉舟，真的破釜沉舟哎，那种加强战甲仿佛是作弊仔的。我要把我的压力压到最大。我要他截止是6点，我就压在5点59分，没有那个最后一次的机会。好，也不练习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直接靠天分这样，然后直接落赛。你。
三分钟啊，等下留一分钟给我借一下啊。可以是吧？因为我后座一直在。这个厚度有哎、欸，那要写个东西啊！而且你写这个字，人家国小写的啦！哇、欸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钱啊？对啊，搞不好假钞哎！应该是那个小朋友银行吧？八百哎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。哇！哎呀，请客了！哎呀，按钮那个啊，冠军奖杯啊！有，我们昨天弄的。然后呢？屁啦！几岁啊？五十点了。然后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是个神龙。哎，五十点。我们昨天弄的，熬夜弄的，熬夜弄的，是在熬夜弄的。义不容辞，跑来帮他弄哎。奖杯很帅，奖杯真的很帅。明天一场比赛，奖杯那么帅的。哦，奖杯，奖杯，奖杯。对啦，捧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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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